再复习一次。OK。OK， Laplace transformation 啊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就是从时间，从 t 的 space 转换到 s 的 space， 也就是我们在 t 呢会有个 ft， 在 s space 呢会有个大的 fs， 这当中的转换就是你将 ft 前面乘上 exponential 负 st， 然后对它做积分。从零积到无穷大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把它转换过去。那再提醒一下 ，ft 的增加的幅度一定不可以比前面 exponential 负 st 减少的幅度来得大，否则它就发散掉了。好，我们就将几个重点呢写在这个地方，几个我们已经算过它的转换模式的，我们把它写在这个地方。假如说你忘掉了呢，请你就翻开上次给你们单张这个讲义里面了、啊，它就有了。OK， 假设我们有一一个常数一，它转换完就 s 分之一。假设有个 t 的 n 次方，那我还是要戴一下眼镜。t 的 n 次方，它会变成 n 的阶乘除以 s 的。n 加上 1，OK，这里面呢，这个 t 呢，我们这个 n 呢，我们要求它是整数，也就零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非整数的那个，你们自己看 ，OK。exponential a t 呢，会等于一除以 s 减掉 a。cosine omega t 会等于 s 除以 s 平方加上 omega 平方。sin omega t 会等于 omega 除以 s 平方再加上 omega 平方，再来 hypercosine a t 会等于 s 除以 s 平方减掉 a 平方， hypersine a t 会等于 a 除以 s 平方减掉 a 平方。 OK，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，单独一个转换来转换去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就学了一些复合的，看看怎么转换来转换去。比如说呢，我们现在有 exponential at 再乘上 cosine omega t， cosine omega t 本来是 s 平方加 omega 平方分之 s， 现在我们将 s 呢位移一个量，位移到 a 那边去，所以它就会变成 s 减 a 除以 s 减掉 a 的平方再加上 omega 平方。OK， 它就会形成这个样子的一个式子，很容易了解的。那再来呢，再来是什么东西？ OK， 再来一个是 U， 假设我们有个 step function 从 A 这一点开始它变成 1， A 之前通常都是0，那么它转换完之后呢会变成什么东西？s 分之一乘上 exponential 的负 as， 所以说呢，前面这些转换你仔细看 ，exponential 都不会出现在转换完之后 s space 里面都没有 ，even 这个都还没有。从 step function 一引入之后，你就开始看到它在 s space 上面呢引入了一个 exponential 的这个函数。好，再来一个 delta t 减 a。Delta t 减 a 的转换是什么东西？对，就等于 exponential as。所以你看这两个差别，在 s space 的差别非常少，两个都有 exponential 负 as， 但是这个很明显前面有乘上 s 分之一，这个没有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过程呢、啊，我们大家要非常注意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什么声音啊？外面的声音还是里面的声音？外面。哦，下面的是吧？哎，奇怪，他们不是说抽水要半夜抽吗？怎么现在又变成现在在抽 ？OK， 现在呢，再来一个。假设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呢，
ft 减 a 乘上 u 的 t 减 a。比如说你把 U 作用在个 F 上面，两个都是 T 减 A 的时候，它转换完就会变成 exponential 负 AS 乘上 F 大 FS。 OK， 好，或者是我们把它颠倒过来好了，颠倒过来比较容易看。 OK， 好，因为我们学校为了省电啊，我们学校去年的电费就1亿啊，好，就很恐怖的一个数字啊，每年都在攀升啊，所以呢现在就想办法要把这个电费啊弄好，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建构个智慧网。 OK， 智慧电网以后要是到了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啊，夏天哇，所有冷气都开的时候，实验也正在做，耗电量最大的时候呢，他可能就把几个那个重要的单位啊，冷气呢就先把它下当掉一条一台，比如说图书馆就先把它下当到一台，然后半个钟头之后另外一台再开，好，就两台这样子轮流交换，所以就比较好。那再下去假设钱又不够呢，所有冷气都会管控，好，屋内温度没有超过27度不准，你再怎么开它就是不会动，好，然后再来把有些不相干的，像说我们抽水啦什么的，通通都挪到半夜，好，那个离峰时间抽，那这样子呢我们才会比较好，要不然的话这个很麻烦，因为契约容量啊，我们要是在这边超过就要罚款，假设弄高一点的契约容量呢，钱又太贵，好，所以我们要控制在这边，让罚款额度啊达到合理的程度，好，要不然的话就麻烦了，像以往一罚款每年都罚款不知道多少，1000多万吧，好，因为我们超过契约容量，但你也不可能定上一个相当于我们可能要多付个几千万，我们觉得罚款还比较划算呢、啊。啊，所以现在就是要把那个控制好啊。OK， 还有微分的，对不对？微分的，来来来，微分的在这里。假设有个函数，它是微分的，微分完之后对它做 Laplace， 那么它会等于什么 ？S，Fs 减掉 f 零。OK。先把你没有微分之前的转换完之后乘上 x， 再减掉没有微分之前让 t 等于零。假设你是两阶，它会等于什么 ？s 平方乘上 fs， 减掉 s 乘上 f 零，减掉 sf 一次方微分之后乘上零，那把 t 代成零。OK， 然后再来一个是积分的，假设有个积分的，你对整个积分做 Laplace transformation， 非常快速的，它告诉你它等于 S 分之一的 FS， 你将来没有积分时候的函数做 Laplace 转换再乘上 S 分之一就可以了。 OK，所以算到这边大概就是我们教过几个重要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呢我们讲最后一件事情，我们上次在讲 Laplace 最 powerful 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，解什么东西，解微分方程，对不对？因为微分方程你可能是联立的，可能是很复杂的，你也希望求到解，但不容易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先透过 Laplace 把它转换到 S 空间，它就变成代数了，那代数谁都会解，解完之后再把它转换回来就好了。那现在你要把它转换过去的这一件事情，假设是很简单的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， 当然没有问题，这些就绰绰有余了。假设复杂一点呢，那就比较麻烦。所谓复杂一点是什么？我们之前举的例子呢，这个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呢，前面的系数项通通都是常数，那假设它不是呢，它跟着你的变数有关系的时候怎么办？ OK，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最后一个转换，介绍完那我们今天呢的这个东西就可以结束了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个 convolution 呢，我忘了写上来，就上一次讲了，对不对？
OK。假设你有 H S， 可以写成为 F S 乘上 G S。假设可以这样子写，也就在 S 空间的 H 呢，可以写成两个相乘。那么请问你一下，转换回来的时候，转换到 H 空间的时 T 空间的时候，它会等于什么？它告诉你，它可以写成这样。F 呢，你就直接转换为 T 空间，那写成 F 套。G 呢，转换回 T 空间，然后将 T 呢代成 T 减套，把它做个位移，之后对它做个积分，从哪边记到哪边，零记到 T。OK， 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继续来哦，快要结束了，恭喜大家哈，这个学期终于要全部学完了啊，学到现在。大家觉得学数学容易吗？不容易是吧？哈，比力学容易，比电磁学呢？哈，跟电磁学差不多是吧 ？OK， 因为电磁学好多数学，对不对？好多数学，全部都是数学，对。所以你要从数学里面抓到物理含义啊，就是重要的训练。好，这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哦。所以假如说你说哦，因为你以前不会，现在学起来很辛苦，当然很辛苦啦。假设你学起来一点都不辛苦，就代表你有天赋异禀哦，哈。你看到数学就可以感觉到这个物理。OK。我们知道，假设你 FT 你要转换到 S 空间，用 Laplace 是前面乘上负 ST， exponential 负 ST， 然后对 T 积分零到无穷大，它就等于 FS。 现在想问一件事情，假设我在 S 空间，这里是 S 空间，直接对 F 微分，直接对 F 微分，这个的定义就是它会变成什么东西。 OK， 让大家来了解它会变成什么东西。好，那简单了，我们就先直接计算看看。假设这样子的话，我们 D over DS 计算呢，就是零到无穷大 exponential 负 ST D FT DT， 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看呢，我们这是对 S 微分，所以呢 T 呢相当于没有看到，所以只对它微分。所以这一微分之后呢，这个放在这边，那这一微分是不是还是一样 exponential 负 ST， 只不过多一个负 T 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有负 T exponential 负 ST FT DT。 那我们整理一下，它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为这样子好了，把它写在一起。我们可以整理成这样子。那这样子代表什么意思？这样代表你对着这个中括号的整个呢做 Laplace transform。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是不是相当于对它做 Laplace transform 呢？没有错啊。OK， 也就是说在 S 空间的微分事实上就是等于在实际空间里面前面乘上个负 T 之后再做 Laplace， 就变成它的微分了。 OK， 好，所以我们请将这个记起来。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呢，就会有几个结果，这几个结果呢当做你们的作业回家做做看。但是我希望你先做到这边啊，先不要去看课本，因为这就是课本上面的推导嘛。好，我要你先试试看，你如何去思考，如何用前面的东西配上这边的东西，可以推导出这个。那这个尝试过程呢，可以帮助你更加熟悉。那实在是推导不出来，那当然就最后就只好去看了。不过我希望大家试试看，
假设你推导不出来，你忍耐三个钟头。OK， 这三个钟头并不是代表说你去打电动玩具啦，出去吃吃饭回来哈，而说你努力的透过前面去试试看，能不能把它算出来。OK， 现在紧接着随着你们年纪的增长了，你们学的东西越来越深入，绝对不可能像以前高中哈，以前高中算不出来啊，就说啊很难，马上就要看答案。现在不行了，你不能再这样做了。假设说一直到现在你算不出来，你还是马上就想看答案的话呢，你永远学不会。OK， 你要把东西变成你自己的，你要花一点功夫哈。这是上帝设计我们脑袋的时候啊，给我们必经的一条路程，你就是必须要经过训练。OK。所以呢，你给自己一点机会，那给自己一段时间，到了研究所你会更加知道啊，有好多的解呢，你要花更多的时间。好，这几题呢，通通都是 homework。OK， 请大家看看。OK， 这三题就是我们 homework。OK， 好，那么这边是告诉我们说，在 S 空间的微分是怎么样？那我很想知道，在 S 空间的积分会怎么样呢？好 ，FS 在这边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对它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对 FS 呢积分。所以现在 S 呢前面我要加一个小蚯蚓。OK， 那我们怎么积分呢？我将它从 S 积到了无穷大。假设是这样。请问一下，它会变成什么东西？好，当然了，我们照样的就把它带进来。F 的 Laplace 事实上就是零到无穷大的积分 ，exponential 负 st ft dt。OK， 我们是这个样子，这边是这样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呢，把它对调一下，你看看，这个地方是 GS， 有蚯蚓的这个 S， 这边是 GT， 那 T 跟 S 两个独立的，所以我可以把它摆进来，先积掉 S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先把这两个对调。OK，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。那这边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积分的。这积分一看就知道，对 S 积分，你有多一个负 t， 所以先把它负 t 变数变换之后，把它放在下面，负的 t 分之一。那这个积分，这个积分就是自己嘛。那 S 的这个蚯蚓呢，会从 S 到无穷大。无穷大带进去 ，exponential 负无穷大就是零了，所以就没有了。s 带进去就到 exponential 负 st， 所以这个呢会等于怎么样？负的 t 分之一 ，exponential 负 st， 它会等于这样。好，我们再把它摆进去。
继续写，那我们是不是会变成负的 t 分之一 exponential 负 st ft dt， 对不对？再稍微整理一下 exponential 负 st 负的 t 分之一 ft dt， 那这样是不是代表我们把这个中括号做个傅立叶级数展开，做一个 Laplace 的转换呢？它就变成为负的 t 分之一的 ft， 就是这个样子。OK， 所以我们要整个写下来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假设我们有个积分，是从 s 积到无穷大，里面呢是转换完在 s 空间的 f， 那你对 s 积分。那么它会等于怎么样，在 t 空间的 f 乘上负的 t 分之一之后做 Laplace 转换，所以我们多了这两条项式。好，我们将它抄在这个地方好不好，抄在这个地方，第一个 f prime s 可以写成为 Laplace 负 t ft， 或者是把它写成积分从 s 积到无穷大的 f s ds 要等于 Laplace， 对谁 Laplace？ 负的 t 分之一的 ft。 所以从这边你就看到，假设你有个函数前面乘上个 t， 本身的 Laplace 呢，它就等于没有乘 t 这个 Laplace 在 s 空间的微分。假设 f 前面乘上个 t 分之一，记住哦，这个 t 跟你里面的变数是一样的，那自动呢它就会转成了嘛，你没有乘上的 t 分之一在 Laplace 空间的积分。 OK， 我们要将这两个记起来。好，记起来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来看几个例子。假设有 fs 呢，它是等于 log 一再加上 omega 平方除以 s 平方。请问一下 ，ft 等于什么东西 ？log， 这惨啊！你一看的话，这边哪边有 log？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一大票里面，哪一个有 log？ 没有哎，那不是很麻烦吗？对不对？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对，因为很好玩，是 log 微万分之后就变成跟 log 没关系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好办了，那我们就先微分，看看能不能利用这条式子。所以我们就直接对它微分 log 的微分会等于 log 里面变数的什么导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它就会变成什么呀，d over ds log一再加上，OK， 所以这个呢，你直接算也可以，或者是稍微把它做一点功课 ，log， 先把它弄开来 ，log 变成为什么样 ？s 平方分之 s 平方再加上 omega 平方 ，OK， 然后这个呢，直接呢就变成两个 log 相减。对不对？然后好，直接对 s 微分，这个一微分会变成 s 平方再加 omega 平方分之一，再对 s 的平方微分变成 2s， 减掉 s 平方分之这个也是 2s，
对不对？哎，一看起来这个就容易很多了嘛。这个一看呢，再整理一下好了，两倍的 s 除以 s 平方再加上 omega 平方，减掉二乘上 s 分之一。你先看看我刮胡起来的这两项，在原来这里面都有 s 分之一就是一嘛，对不对 ？t 空间就是一 ，s 平方加 omega 平方 ，s 平方加 omega 平方分之 s， 这个它是 cos omega t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非常简单，你已经搞清楚里面是什么东西了。所以现在你要做的是什么呀？把这个啊。我看看，先把它转换回去。转换回去之后呢，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两个转换回去？对不对？那继续来，那这两个转换回去还不简单？二是不动，踢出来。那第一个是 cos omega t 减掉二，对不对？它就写成这样，或者把二提出来 ，cos omega t 减掉一，这个都还简单。重点是怎么样？这个的微分的 Laplace 是等于这个的 Laplace， 所以它的逆向 Laplace inverse Laplace 就等于这个，所以这个呢？本身是不是要等于负 t 乘上 ft， 等于这个样子？那我们本来就是在求它的 ft 呀、啊，那是 ft 已经在这边了 ，ft 等于什么？等于那一大串，所以这个要等于这个负 t ft 等于两倍的。cos omega t 减一，那这样也是不是马上告诉我们 ft 等于什么东西了？负 t 把它移过去嘛，是不是？负的 t 分之二啊，或者是负的把它提进去好了，一减掉 cos omega t， 是不是这样就算出来了？对不对？我们以退为进嘛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呢很漂亮的例子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。这个例子我先写在这边，然后计算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到左边的版面。OK， 好，我先把它写在这。OK， Lagrange's equation 它是这样，好，假设有一个 equation 是这样，这个 equation 看起来也不像 Bessel， 也不像 Legendre，他给一个名字叫 Lagrange's equation， OK， 记住哦，我们讲的这些 equation 在各位学量物里面通通都会用到，那请大家呢多多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来解这个东西？这一看呢，当然你说哇，这个不太容易解，好吧，不太容易解，我们就用什么用 power series 方式来解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好，但是一听到 power series， 虽然说理论上是以退为进啊，但是也有够复杂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全身就有点软掉那种感觉哈。那我们看看我们可不可以用我们的 Laplace 来解它。OK， 一样，我们把它转到代数空间，解完再把它转回来就好了。OK，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把它转到代数空间，所以我们希望是经过一个 transform， 对不对？
我们要的本来是，我们画个简单的，我们一个 ODE， 我们要的是它的 solution， 但是呢非常困难，所以我们先经过 Laplace， 把它变成一个代数。代数呢求得它的解之后，再做反向 Laplace 就好了。OK， 我们就是要绕这么一圈。好，现在呢你要把它转换成为代数的，一弄 Laplace， 第一个碰到了第一个项里面，它不单是 y 的两次方微分，两次方微分有啊，就是这个，但它前面乘上个 t， 这个 t 它是个常数，你可以提出来吗？不行， t 是个什么变数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晓得，你就要丢进去重新算了，或者是从我们已经有的地方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应当要怎么做。所以呢要执行这个呢，我现在算几个东西让大家了解一下。好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将 y 转成为大 y， 从 t 空间转到 s 空间。OK， 我这样子写过，因为我要这样子算过来。OK， 所以假设我们呢这边有一个 y of t，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 ，Laplace y 会等于大 y， 大 y 就是 s 空间的 y， 这个没有问题嘛？这个只是直接转换而已。一次方微分呢？那就简单，要抄左上右上方那个公式啊。这样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紧接着在我们这边呢，它不只是它，它有两项，第一项是 y plan， 那没问题，我们已经知道怎么转换了。第二项是 t 乘上 y plan， 那我们就来计算看 t 乘上 y plan t 会变成什么东西。t 乘上 y plan t 会变成什么？所以我们呢 ，Laplace t 乘上 y plan。会变成什么东西 ？t 乘上 y plan， 我们来看看这边，这边有个东西 ，t 乘上 f， 假设 f 就把它看作 y plan 嘛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那是不是代表 y plan 直接转换完之后再微分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这样做，这不是 t 嘛，所以它差一个负号，我可不可以乘上个负号？乘上个负号，拉 plus 前面加上个负号，对不对？这没有问题。然后负号保留在这个地方，后面会变成什么东西 ？y plan 转换完之后。这个就是你那边的 FT 嘛， FT 转换到 S 空间，所以这样 Y plan 转换到 S 空间之后再微分一次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这个是什么？没有，这个就在这边，因为这是 Y plan 的 Laplace， 是不是变成这个？所以相当于我要对这个微分啊，这个一微分这边有两项，先微它，它不动，大 y， 它不动微它，加上 s，y plan， 对不对？再减掉 y 带零的时候，再对 s 微分，当然就等于零了。因为这个会等于某个数值嘛，跟 S 没关系的嘛，就等于零，是不是？那像做完它就会变成为负 y 减掉 S 的 y plan， 是不是 ？OK， 第一个是不是解决了？所以我们可以解决一二四。那现在还有个平方，
平方我们再看看 y 的 double plunge， y 的两次方微分，你的转换呢 y 的两次方微分对时间，就是这个，是我们把这个带进去，会等 s 平方 y 在没有微分之前的转换就大 y 减掉 s 乘上 y 在没有微分之前带零，减掉 y 在没有微分之前先对时间微分，先对 t 微分之后再带零。那你现在一样啊，前面有乘上个 t， 我把这个先写在这边，待会儿计算我再写在旁边。那这样子我先这样画，这样好了。那这样是不是相当于 Laplace？ 你要对这个微分，对不对 ？t 的 y double plunge， 是不是我可以同样的写成 Laplace？ 负的 Laplace， 负 t y double plunge。那这样子我又用到下面这个式子了，一样的。那我就可以说哦，那这样简单，这样子是不是就变成负的不动？里面呢 ，d over ds 这个的转换，这个转换的 Laplace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把这个写在这边，计算在，因为我不用这个了，计算在这边。那待会我把答案填过去。那么这样呢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，Laplace t y double plunge 现在呢，根据最下面会变成负的 d over ds 的什么东西 ，y double plunge 的 Laplace。y double plunge 的 Laplace，y double plunge 的 Laplace 就是这个，是不是会变成为 s 平方大 y 减掉小 s y 零，减掉 y plunge 的零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负的 OK 就一步一步来，这个呢有两项。先对前面微分，后面不动，就变成 2s 大 y， 再加上前面不动对后面微分，大 y 对 s 的微分，减掉这两个，前面不动微后面，我后面是个数值啊，微完就不见了，加上一样再减掉，后面不动微前面 s 微完不见了，跑出这一项，再来对后面对 s 微分，这一项已经没有 s 了，这项只有 t， 哪里有 s？所以微分完之后变成零，所以它会等于负的 2sy 减掉 s 平方 y plunge 再加上 y 零。我们把这个抄在这边，没有 plunge 减掉 s 平方 y plunge 加上y 零 ，OK， 好，我们把这些统统把它丢进来。所以我们现在把第一个式子呢做 Laplace，OK，、okay, 第一项就等于最下面的那个负 2sy 减掉 s 平方 y plunge 再加上 y 零。再加上后面的，这边有两项，第一个是 y plunge， 第二个是负 t y plunge。 好， y plunge 呢就是这个了， y plunge 就是 s y 减掉 y 零，再加上负 t y plunge， t y plunge 在这边算出来变成有负号的这个，现在负 t y plunge 就相当于没有负号了，就是后面的这个，对不对？再加上 y， 再加上 s y plunge，OK，、okay? 再加上 n
乘上 y 的转换，就变成这样。OK， 好，整理一下 ，y plan 的通通集合，跟 y 的微分有关系的，通通把它集合，跟 y 微分有这两项，一个是负 s 平方，一个是 s，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为 s 减掉 s 平方的 y plan 大 y plan， 另外有 y 的把它集合起来，这个，这个。这个，这个，负二 s 加上 s 就变成负一个 s， 再加上一，再加上 n， 对不对？所以会变成 n 加上一减掉 s 的大 y。好，另外呢还有两个 y 零呢，这个是正的 y 零，这是负的 y 零，刚好消掉。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把它转换到代数空间，就代数空间也是个微分方程，只不过简单多了，本来是两阶微分方程，前面呢是变数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呢把它转换成一阶微分方程，那是不是会比较简单呢？ OK， 所以呢我们稍微整理一下，或者是把 y plan 呢更进一步写成 d 大 y ds， 大家比较了解。我们先第一步看看能不能用这个 suppression of variable， 对不对？把这个变数啊，是不是变数？就等于说 y 呢，通通移在左边 ，s 通通移在右边。整理一下，左边会变成 d 大 y， 对不对？右边有 ds 嘛，会变成为一大票的东西，负的 n 加上一减 s， 因为这个移过去了，再除以 s 减掉 s 平方的 ds。你看看是不是 s 通通移到右边来 ，y 通通移到左边来，对不对？很漂亮嘛。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两边同时微分，微分的时候不管系数，最后把系数加在后面 c， 对不对？好，你微一下呢，做一些动作，做一些事情，最后会得到 log y，log y 再把它做 exponential 之后呢，就可以得到 y。n 加上一，好，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求得了这个解了 ，y 已经求得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个步骤，把它转换回来就好，对不对？这一看就有点伤感情，因为下面是 s n 加一啊，有这边有一个 t 的 n 次方就是 s n 加一，但是它上面是 n 的阶乘呢，你那边却是什么 s 减上一的 n 次方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这怎么办呢？我把这边擦掉咯，好，因为这边有没有人要记住，我现在直接擦掉了，好，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算在左边这边了，好，算在左边这边。所以说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的答案 y of t 呢，就等于 Laplace inverse y， 就是 inverse Laplace inverse 负s 减掉一的 n 次方除以 s 的 n 加上一次方。OK， 它会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发觉不太容易。但是这里面的 n 呢，既然有这么多种 n， 是不是每一个 n 有不同的结果？我们就看看一下 ，OK。When n 等于零 ，n 要是等于零的话，零次方那这个就变成一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 y 呢，在 n 等于零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 yt 呢。我们要重新把它写成一个符号，叫做 L N， 因为它跟 N 有关系。L N T 它的解是用 L 来表示，
所以我们第一个 L0 就会等于什么呀？会变成这样 S 分之一的 inverse Laplace 是谁？一 L0 就等于一， N 等于一呢？n 等于1的话 s 减1除以 s 平方，因为 n 等于1加1嘛，所以这个还可以更进一步的把它给分了，这边有 s 分之1减掉 s 平方分之1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会等于什么？S 分之一不就是一吗？ S 平方分之一， S 平方是 N 等于一的时候，是不是 S 平方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就变成 T 啊，就变成一减掉 T， 一直下来呢 ，N 等于 N 呢？你就可以发现 LNT 啊可以写成什么 exponential t 次方除以 n 的阶乘 dn 抵 t 的 n 次方 t 的 n 次方 exponential 负一，OK， 有人就很厉害哦，他这样慢慢算下来，他找到一个规律，他发觉一件事情，LN 呢，事实上可以用这个公式来代替它。那这样你就可以把 L Lagrange 这个 equation 啊的解啊，不同的 N 的不同的数值、不同的解都可以写得出来。OK， 这样你就把它解求得了。这个呢 ，formula 有个名称叫做。假设呢，我们现在呢有个联立方程式，这样假设是这样，第一个 y1 呢对时间的变化呢会等于 y1 本身乘上一个常数，再加上 y2 本身乘上一个常数，再加上一个 g 的函数，那当然你有 y2 啦，叫上个 G2 的函数。那我们的目的我们先前已经讲过了，你有个 system 的 ODE， 你希望做的是直接求解，你希望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知道不容易，对不对？ Not easy， 所以我们就改取另外一招，我们直接用 Laplace transform， 那我们这边就会变成 system of 什么 algebra， 就变成一个代数的联立方程，那大家太熟悉了，所以我们只要把它解完就可以了，你会得到 y1s y2sOK， 最后你只需要把它转回来就好了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走右边的这条路来代替直接走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而已。所以现在前面的这个例子呢，很多例子都是类似这样子。A1 呢 ，A 呢都是常数。OK， 那这个时候我们很简单，我们直接对它做 Laplace。Laplace 一做了之后呢 ，y1 的 Laplace 会变成什么？就相当于 f' 的 Laplace， 它会变成 s
乘上大 y， 减掉 y 零，等于右边的 y one， 所以是大 y one， 它会等于 a one one， 大 y one，a one two， 大 y two， 再加上 g one s， g 也把它转换到 s 空间 ，OK。那第二个呢，也是一样 ，s 乘上大 y two， 乘上 y two 零，等于 a two two y one， 再加上嘛 a two one y one，a two two y two， 再加上 g two s， 对不对？我们就转换到了什么 s 空间，它变成一个这个 system 的 algebra。Algebra system，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呢，我们就很容易解了。那你只要把它怎么样 solving y1 and y2 就可以了。最后面呢 inverse， 就可以了。OK，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principle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举一两个实际的例子给大家看一看。方程式的建构呢，我们就不讲了。但是呢，考试考到这边，你们自己就要会建构哦，知道吗？好，来，第一个，我们这么一个筒子，它有100个 gallon， 100个加仑 ，OK。那么它这上面呢，有一条水管呢、啊，水一直进来，它每分钟呢。6个加仑，你把它想成公升也可以 ，OK， 这无所谓。但是这里面呢 ，H2O 再加上盐巴，盐巴多少？6磅，你把它想象成6公斤也无所谓。之后呢，旁边又有另外一个桶子。所以呢，它跟它当中有一条连线，它跟它当中又有另外一条连线，之后呢，这个呢又有流出去。这两个桶子大小都一样，都是100个 gallon， 流出去呢也是每分钟6个 gallon， 完全一样。我们假设呢，这个进去的盐水一进去之后，瞬间就跟它混合了，你就混合均匀了。然后下面这个呢，它是流过去的，它流过去多少？每分钟流过去8个 gallon。上面这个呢，流回来，每分钟流过去2个 gallon。这里面的盐跟水呢，也是瞬间混合。所以这代表一件事情，一开始假设这个叫 y1， 这叫 y2， y1 代表的是什么？盐的含量，盐的含量随着时间的变化。所以 y1 一开始的时间等于零，就告诉我们说 y1 呢，它里面是纯的水。 y2 呢，在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呢，里面有一定的盐巴，150磅。
之后就开始流动了。所以各位看看哦，刚开始的时候的瞬间，这个流进来，这个有盐巴，对不对？里面含的，因为六 gallon 六磅嘛 ，OK， 六 gallon 六磅，相当于一个 gallon 有一磅的流进来的，也就是说每分钟会流进来六磅的盐，但是同时间这边也会流进来，这边瞬间的里面本来150磅，150磅分成100个 gallon， 所以相当于一个 gallon 有1.5磅。1.5磅呢，每分钟流进来2 gallon， 就相当于流进来3磅的水的盐巴，对不对？但同时你这边又流出去，流出去就看看你流进来多少，混合完之后流出去，然后这里面的盐巴的量要开始减低，因为这流进来的比较稀释。但之后呢，这个也要流出去，哇，所以就变得很复杂了。那到底这两个桶子里面盐巴的浓度是如何变化？所以基本上呢，用我们上次所教过的这个技巧呢，你很容易就会建构这个 equation。OK， 你建构完之后呢，它会变成这样子。请大家回家务必要学会建构这个 equation。OK， 我们就变成这样子。这个是 boundary condition， 我先这样写就好。这是第一个式。好，现在剩下我们就是来解它了。解这两个，它是联立的。当然，你可以用矩阵的方式来解，对不对？或者我们今天就用 Laplace 的方式来解。所以我们要 solve 它呢 ？Step one。Step one 是什么？我们要将 system 的ODE 呢转换成一个 system 的 algebra， 所以呢，我们将第一个式子啊，对它做 Laplace transform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第一个式子会变成什么 ？y1 的 Planck 的 transform 就变成 s 乘上大 y1 减掉 y1 在时间为零的，等于负的100%。乘上 y1 就变成大 y1， 加上2%的大 y2， 再加上6的转换就相当于1再乘上6，转换变 s 分之一，变成6 s 分之6。那我们一看就知道 y1 零呢 ，y1 零本来就是0嘛，这是由 boundary condition 告诉我们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边就得到这个式子。第二个式子 ，y2 减掉 y20， 这是这个的 Laplace， 可以写成这样。后面要等于8%的 y1， 再加上减掉8%的 y2。那这个 y20 是什么？150磅，所以这个是个数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整理一下，我们把 y1 跟 y2 整理一下。y1 这边有 y1， OK， 我们通通把它拿到左边来好了。y1 所以会变成 s 再加上8%的 y1。 y2 有谁呢？有这个减掉2%的 y2 等于 s 分之6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这个 y2 这边有 y2， 那边也有 y2， 所以移过来的结果会变成 s 再加上8%的 y2， 我们把它移过来嘛。哦，抱歉，第一个我要放 y1， 所以 y1 只有这个，移过来变成负的8%的 y1， 再加上 s 再加上8%的 y2， 对不对？等于负了150，移过去变正了150，我们就得到这个。得到这个之后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求得 y1 跟 y2 的解啊？对不对？
step 2。step 2是干嘛？我们就把 y1 y2 把它算出来。所以这个非常简单，各位算一下呢， y1 呢就可以写成 s 乘上啊，我干脆直接把它展开来 ，OK， 它变成 s 分之100，减掉6，再加上0.12分之62.5，减掉 s 再加上0.04分之37.5 ，y2 会等于什么呢 ？s 分之100，减掉 s 再加上0.12。抱歉，这个不是6，这是 s 分之125，减掉 s 再加上0.04分之75。OK， 最后我们就用 step 3把它转换回去 ，y1t 转换完会变成100，减掉62.5乘上 exponential 负了0.12t 减掉37.5 exponential 负了0.04t y2t 100再加上125 exponential 负了0.12t 减掉75exponential 负了0.04t，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两个最后的解。所以假如说你来画个图的话，再来那你就可以得到 y1 跟 y2。 y1 呢，y2 呢，最后两个浓度都完全一样 ，OK， 只不过它的行为啊不一样。你就可以 exactly 啊得到这样。要是有学生跟我做研究，他第一个就要学会写 review 就要把这个写出来，我要看到它动态变化。OK， 它就要从时间开始这样一直变化过来。OK， 那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在 review 里面很容易做。哦，那这样呢，它才可以控制仪器啊。要控制仪器，你才知道每个仪器的特性，你才知道你量出来的东西对不对。OK， 那你要量什么东西，应当怎么样对付它？好，第二题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题了。记住哦，这个部分实际上的应用我一定会考，哦，因为在实际应用呢，就代表你18般武艺都要会了，哦，全部都要了解，你才能够掌控它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先将图画在这边，简单的图。假设有个线路图是这样子，它是 RL 的一个线路，它现在告诉你下面的 VT 啊，它是这样做的。
从0到 0.25 秒钟的时候，它加一个直流电压之外呢，通通都等于零。OK， 所以呢，你要怎么解？那他想了解这里面，比如说这叫 I1， 这叫 I2。他告诉你 I1 呢 ，I 呢，所有的 I 哦，一开始零呢，通通都等于零；一开始的微分，它也通通都等于零。OK， 这是他给的起初的条件。然后你就开始做了 ，solve 第一件事情 step one，step 零先把 equation 写出来，前面那个我没告诉你，这边这个呢我也不会告诉你哈，反正你就是很简单，从这个回路定理就可以了。OK，upper loop 呢，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，upper circle 就上面这个。一个 Henry 乘上 I2 对着时间的微分 ，OK， 也就是说对于它而言，它的压降是什么 ？I 乘上 dl 嘛，它的压降等于 l 乘上 di over dt， 对不对？就是它的微分，再加上电阻就是 IR 嘛 ，I2 是什么 ？1 欧姆乘上 I2 减掉 I1。因为 I2 降流 ，I1 降流，所以流过它是 I2 减掉 I1，OK，、okay? 它要等于零，这第一个 lower circuit， lower circuit 的第一个会有它 0.8 L I1 的微分，再加上上面这个电阻的压降，一乘上 I1 减掉 I2。再加上右边电阻的压降 1.4 乘上 I2 要等于这个 V 是什么 V 是100，但是它有个时间，对不对？时间呢是从0开始，所以是 UT step function 到 0.25 秒 UT 减掉 0.25， 它要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你有两个 equation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式子，你有两个 boundary condition 写在这边，所以第一个 step 我解决了，现在进行第二个 step， 把它转换过去。 step one， 我们把第一个式子呢做 Laplace transform， 这个写在这边Laplace transform， 因为这个 transform 很简单啊，我们直接把它的稍微写出来一下。所以相当于我们在这个时域空间里面呢，这边有 I1T，I2T 要解，这是我们的，到这边就变成 I1S，I2S， OK， 所以它会变成 I1， 对不对？减掉125个 I2 等于125乘上 S 分之一减掉 exponential 负 AS 除以 S， 负二分之 S， OK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负 I1 再加上 S 加上一的 I2 要等于零。好，这个已经转换了，转换完了，紧接着要把解出来，对不对？紧接着要把解出来，那我们就把这边擦掉。好，来我们来看看哈 ，Step two， solve I1S and I2S， 很快的，你解一下，它就会变成这样。经过因式分解之后，
OK， Step 2就算到这边，最后 Step 3 Laplace Inverse。所以转换回去之后呢，你会得到这样子的数字。你发觉你必须分开两个时间来计算，除了我们感兴趣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外，哎，t 是二分之一哦，0.5秒，怎么会这样？是我抄错了吗？请各位回家 check 一下你的课本，好不好？OK， 整个呢就可以解出来。